拜权女王啊，这个戏很红，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刚刚我们老师讲说，日本人好像已经不太用这个了，因为有很多新的物种产生。他的女人已经都变成那个女猎人了，就是 sex hunter。那他们都做一些什么事情？对，王哥，你不是说要往下问吗？要把节目做得有深度一点吗？你这个，我们深度很快就被你扶起来了。今晚11点，请准时收看《我们一家访问人》。